这个今天要拆吗？这个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好东西吧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门。哇！你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好，起来了，起来。你还有其他技能吗？啊？有什么？我说你还有没有血的话，我给你丢那个普通的分弹。没了。还要给你丢这个布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那边还有个其他的，我要快点。我把布。你们需要子弹的跟我讲，我身上还有。打死掉吧，打死掉吧，不要了。哦，我身上还有1300发，需要再跟我讲。哦。快呀，看哪里还有。我看一下。看一下地。地图前面是有一个大家。走吧，去那边吧，去河那边。我背包灌满喽，背包满了。坐船应该上去开船了。背包全部都子弹。这边的家都好穷啊，还没我们那家。咦，是吧？走了走了，走了，超穷。现在还有12个蛋。今天炸弹真的炸了，炸了又回来，炸了又回来，就这样子。把包都满了，装不下了。哎，里面有个箱子，不知道有没有东西。要不你到时候你试一下 WiFi， 有没有 WiFi？ 我是用那个电信联信的。哎，这个人好笨。走开，快走开，快走开，快走开。哥，你别动，别动，我救你。拿这个家庭。你拿这个家庭，你拿这个家庭。200多个零件，还行，不亏。哇！下面没有东西。
还行不亏。哎，他领柜里面你要的东西吗？有要的是木头的话拿一下。植物吗？领柜里面有石头和木头。要吗？石头木头好了，石头太多了。我拿点石头吧。好啊。我有子弹，我有子弹很多。不是，是平均分配，不要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。我刚才拆他家里面，他家里面放的都有300发。他这个家里面就有300发。哎，他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暗柜啊？他这底下是不是有个暗柜？这个地方白色怪怪的、欸。过来看，过来看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从外面可以看一下外面，可以过来看吧。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。哦哦，对对对，看到了看到了，走走走走走，我去那边，那边还有个家，可以拍一下。炸弹还是足够的。这一波又断了，对对对，又打死一回。没有，让他一直复活，让他复活，让他复活，不要把他床拆掉。别来了，兄弟，抓他，抓他，他复活就打死。他床还在吗？他睡袋还在吗？还在，在在。一会儿他再骂我们了。